想就会超越梦想，蓝色的天际不要停息，我会永远一直陪伴你，尽情奔跑，追逐闪耀光芒，追逐着繁星，一起记录我们曾经追梦的记忆。嘿吼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编织我们青春旋律，梦想汇集在一起，尽情奔跑，拥抱明天，梦想就在终点。身影就差两分也没关系，收拾我们好心情。嘿吼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嘿吼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编织我们青春旋律，梦想汇集在一起，尽情奔跑，拥抱明天，梦想就在终点。小小地球大大的你，它会听到第三集，推理达人。让我们欢迎文理巷中学第十届校园十佳歌手活动最后一位选手登场，来自初一二班的氧气美少女唐薇薇。乘风飞翔就会超越梦想，蓝色的天际不要停息，我会永远一直陪伴你，尽情奔跑，追逐闪耀光芒，追逐着繁星，一起记录我们曾经追梦的记忆。嘿吼，梦想家，嘿吼，出发吧，编织我们青春旋律。祝贺唐薇薇成为本届校园十佳歌手的第一名。唐薇薇是校园十佳歌手的第一名呀，还是压轴演出。对对对，唐薇薇真厉害，我回家告诉我爸，他还说你同学真棒呢。十佳歌手第一名的同班同学说出去太有范儿了。淘淘，不准在教室里大喊大叫。不过等唐薇薇来，我们确实要为她庆祝一下。对，现在准备英语测试。薇薇怎么没来啊？我估计薇薇是昨天表演太累了，才没来上学。这可不一定，要我说啊，薇薇可能是有事要忙才请假的，也许明天她就会来了。其实昨晚薇薇得了第一名后，反而在校网上被人批评。还被批评？不会吧，上校网看看不就知道了。哎，快看，推理达人带你了解冠军背后的故事。这个人是谁呀？竟然怀疑薇薇是假唱。下面的评论也被带起了节奏，还有人推论薇薇是被内定的。后面还有呢，他还说自己是薇薇的同学。什么？到底是谁在网上胡言乱语？给我站出来！如果大叫能解决问题，驴将统治世界。
你说该怎么办？既然是熟悉的同学，仔细研究一下网名、头像和发言风格，也许就知道是谁了。他的网名是推理达人，头像用的是柯南，这感觉过于熟悉啊。这个人是吴道道。谁在叫我？干嘛？午睡都不行啊？在网上胡乱推理的键盘侠是不是你？是我又怎么了？我只是合理的提出质疑而已。你这不是质疑，是造谣。我没有，我昨天看直播，他的口型和歌曲的确是没有对上。我们怎么就没发现你说的问题？更重要的是，现在一些人相信了你说的，并且对微微产生了更深的伤害。推理达人就应该脑洞大开，想发什么就发什么，是我的自由。你，再者，有人认同我提出的质疑，不正说明我的推论是有道理的吗？怎么样，我吴道道逻辑严谨，你们都无力反驳了吧？可恶！我怎么到家了？已经放学了？一定是昨晚泡论坛泡得太晚了，脑子都晕了。哼，淘淘他们竟然都说我不对，连最基本的逻辑推理都不懂。哇，又有好多人关注我。我果然是推理达人啊。你好，请问是推理达人吗？这是我网名。我是网络推理节目脑洞说的工作人员，我们想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节目。参加节目？我们期待您有更出色的发挥。好啊，没问题。哇哦，看样子我吴道道要红啦。今天到场的不仅有逻辑学、心理学专家，还有各行各业的推理迷们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天节目里来了一位刚上初一的小选手吴道道同学。 OK， 我们进入正式的答题环节，请看大屏幕。图片中有几位小伙伴在露营，请问他们是今天到的还是几天前呢？简单，看帐篷上的蜘蛛网就知道了，一定是几天前到的。嘿嘿，小意思。不愧是推理达人。第二题，你能判断出图片中哪一边是南面吗？左边还是右边？小菜一碟，答案就在图片里，植物向阳的一面往往更加茂密，因此左边就是南面。还有什么尽管来吧。请看下一题，还是这张图片，一定要观察仔细咯。请问在这张图片中一共有几位小伙伴在露营呢？我没听错吧，最后一题这么简单，答案是三个。我错了吗？其实通过以下三处细节，我们可以推断出图片里还有另外一个人，一共四个人。这位同学，有时候眼睛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。这也能答错？太简单了吧。什么推理达人呢？这位同学，逻辑推理不能光看表象，需要严谨的去论证，草率的推理往往会掩埋住真实，你还需要多练习啊。这个我看到了你在网上的文章，请记住，在逻辑推理中，大前提小前提必须为真。你说的口型不对位，是否论证过它的真实性？如果大小前提都是假的，那你的推理必然是错误的。这回糗大了。怎么会这样？
唐薇薇根本没有假唱，她是在凭空捏造。这首歌我听薇薇唱过，与现场一模一样。我上传了昨天的现场视频，大家点链接就清楚了。刚看完视频，艾特推理达人，我就知道是你舞蹈的。没有事实依据，怎么可以乱说？抱歉，按照你的逻辑，你的近视是不是可以推论出是打游戏造成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刚才是一场梦吗？这是小问专门为你设计的一场虚拟体验。小问，可以播放一下唐薇薇比赛的视频吗？蓝色的天际，不要停息，我会永远一直，我会永远一直陪伴你。口型是对位的，看来是我家电脑播放的问题，我真的误会薇薇了。你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？是我错怪唐薇薇了。要知道，你在网上不负责任的发言是会对他人造成伤害的。就是，在网上也要文明守法。根据国家法律规定，利用信息网络捏造事实，如造成严重后果，会受到法律的惩处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伤害了唐薇薇，我该怎么弥补才能让她原谅我呢？有了。直播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之前在校内网上发帖质疑唐薇薇假唱的推理达人吴道道。在这里我真诚地向我的同学唐薇薇道歉，是我电脑卡顿造成了误会，但我没有经过事实求证就轻率发帖，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请大家以我为戒。记住，正确的推理可以找出真相，轻率的言论却很容易伤害到他人。薇薇真的很努力，所以接下来将是唐薇薇的直播演唱会，以此来证明她的实力。乘风飞翔就会超越梦想，蓝色的天际不要停息，我会永远一直陪伴你。尽情奔跑，追逐闪耀光芒，追逐着繁星，一起记录